开始。好，现在对我们郑牧师跟喜恩两个人捆绑在一起，他们要负责要把它解开。哎呀，快了快了，已经过了一半了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还是一样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成功了成功了，90%了。然后还是一样。手又回来了啊！好，再一次哈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那个同事好，两边套头。然后还是一样。OK， 好，给他回到原状，啊，一定有答案。好，钱能套出来。好，面对我们摄影机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就一个心结啊，因为可能有不同的考量，但是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一个纠结，解不开。那我们如果多从对方的角度，这根绳子好像郑牧师的这根，代表他的心，他的心思意念。喜恩呢，就拿着他的心思意念。好，从他的心口，好像从他的手腕由内而外穿出来。哦，还要穿。哦，好，好，就解开。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对方的角度，在基督的里面想一想，从自己的心口由内而外，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这样子的，哎，那你们两个再原来套回去。OK， 好，那谢谢他们两位。男的男生男生啊，停啊，停啊。